了吗？对。终极进化成为小屁孩。战神耍那么大力，你今天还要用天翼战神哦？还是没有用暴风巨神？开始！啊，吴信义又自行爆裂。不要这么靠近。那个不是靠不靠近，是他手势的问题。因为我们刚才把这个反出来，把那个什么反在上面呢。对，我刚才没看到。应该是左手拿发射器，右手拉，这样才会是顺。奇怪，人家去哪去哪里？哎，我的陀螺嘞！呀，失败！转着转，又扣一分。撞那么大力，撞旁边。圣剑，快点！神域圣剑爆裂！爆裂天翼战神！爆裂的，也在爆裂！哈哈！神威！神威赢爸爸！意义赢一分。但我赢很多分呢。有吗？你刚刚都自己爆裂出去呀、啊！开始！啊，你看，啊！太高了，就会飞出去。你妈妈得一分，吴信义零分。信义零分，又直接打到外面去了。你要把陀螺放到里面才打，不然都跳出来了。因为我不是有在跳这个呀，下面也不是这样跳跳跳，兔子的，兔子陀螺。